包头鞋咋坐这儿来了？那俩都把沙发占了，没地儿待。肯定想你了呀。嚷嚷，我拿碗，别倒开。听说你最近不舒服，我给你炖的羊排。可是我想吃羊排。你吃啥羊排呀、啊？你吃羊头，灵魂之子交给那个大布。你给我抓羊去。哼，那我行啊，我头顶青青草原，我全是羊。哎呀。怎么吃醋了？谁吃醋了？我晚上有时间，我出去一趟啊。你俩在家没打架？我俩打什么架呀？我俩还在我头顶上抓痒呢，哪像你呀、啊，天天吃香的喝辣的。你是在说我的吗？我哪敢说你呀、啊？我这是在提醒你，别晚上喝多了，没人送你回来。我说出去喝酒了。你不都吃羊排了吗？哎，就觉得你姐跟红太狼还真有点像哎。我就算是红太狼。有很多人喜欢我，饿狼传说听过吗？饿狼传说听过吗？老弟，你听过吗？不是，你咋这么能口是心非呢？关你屁事儿啊！我有一招能让姐立马回来。你怎么不听我话，搁家待着呢？你就发一枚你照片，你撤回他立马就回来。我真以为你有什么好战术呢？这都是破招，我之前用过不好使。那咱大晚上出来干啥呀？就大晚上才出来接你姐吗？你有没有良心啊？哎，姐，你快点，游戏打一半。你们怎么在这儿啊？他怕有男的勾搭你、啊。你说有病？接都接到了，回家吧。那你接我来干啥呀？我不是想问问你，羊排咸蛋怎么样吗？咋了？吃醋了？没有。逗你呢，我没去，我就是出来散散步。那你早说呀，我也想溜达溜达的。那我问你个问题。嗯。你会一直喜欢我吗？你干啥呀，老弟？孩子还搁这呢，走走回家。我会一直喜欢你，门特。